我这有一张200万的支票，我想这笔钱够救子文和他的公司了吧？你要想拿走他，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 这笔钱对你全家来讲意味着什么？你心里很清楚。我等了你10年，我觉得你欠我的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用什么方式来偿还，由我来选择。你现在是在心里骂我谢永康是个混蛋，还是不知道怎么伸手来拿这笔钱？你再打下去，就会打碎你全家人的希望。 我跟子文现在可能面临到困难，可是我们两个会一起去面对，一起去解决。这一点你永远不会理解，你一辈子都不会理解，因为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得到爱过，你也不懂得怎么去爱。你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，你根本不会懂。你这一辈子注定会失去你的朋友，失去你的爱。 这一辈子最失败的人是你，谢永康！你这个王八蛋！你他妈要害死我全家吗？我就是个废物，一个大男人，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，还有大家子的人，跟着我受苦。 装孙子也得装出个样子来嘛，你都这德行了，还要什么面子呀？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江素云为了救你，要卖掉她的器官给你筹钱。 我想好了，只要我跳下去，一切都解决了，都解决了。子文，别动！子文，我求你，你下来。你千万不要做傻事，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，没有什么事情严重的，你下来。没别的办法，我死了，一了百了，你们就不用跟着我受苦了，不用了。 素媛，你要干什么？你都活不下去了，我一个人活着也没意义，要死一起死。素媛，素媛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一个大男人，连自己的家都养不活，还要逼着自己的老婆去卖器官。 我活着干什么呀？素媛，别再让我拖累你了，求求你，让我去死吧。子文，你死了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不能受到这么一点打击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你想想，你要是死了，我怎么办？ 就算你不管我，那妈跟淘淘呢？妈跟淘淘怎么办呢？子文，我陪你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可是你要有勇气活下去。
我会陪着你回家。雨后踏过不可知的泥沼，只为了一次美丽的相遇。这空气里弥散着你的香气，让我躲闪不及。都十年了，你还记得？你能救子文吗？我想什么办法都没有。你说的对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。只要你能够答应救子文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。为了冯子文，你做什么都可以，是吧？你的感情现在放在不合适的位置，它是属于我吴雨薇的。我该你的。我父亲对你们谢家有恩，现在就是你偿还我的时候了。漂亮吗？第一，我不会娶你；第二，我不会当云鹏集团的总经理，我也不会继承我爸爸的财产。这点够让我跟你分开的了吧？我不是那么容易轻易放弃。